这个意思是我站在山顶，就能看到这个藏宝图顶头画这个所在。这张藏宝图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要实际去找看看才会知道，要找到我就赚到。阿嫂，我有事情要出去了，你留下来陪阿母一下。彩虹应该是在装钱，我看伊即马嘛无心思照顾阿母，我是甲阿母接转来，家己照顾较透毒。不是近近的，那行这么远哦，还袂到啦。行到啊，规身躯拢在流汗。黄金就埋在地底下，经过光谱仪的探测，也有亮色的反应。男子便砸了200多万申请开挖，不过受到当地部落的阻止。如今开挖期限直到今天，男子还是把握时机继续开挖寻宝。竟然让我看到乌着黄金的新闻，这敢是神明的指示？表示一定哦有黄金呢。黄金到底是藏在倒位啦？哪会哦，我看袂到迄藏宝图铁道画的所在。袂呢，我拢来啊，我一定哦爱找着。哦，啊。
奇怪，那无看到迄个建筑物，迄藏宝图顶头写的文武庙，迄到底是伫倒位啦？阿母不是空铁台吧？那不可能，离南投这么远啊！还是北部有文武庙？离万里，可能是这个所在。Oh, wow.